虽然是好像看不见的，不过其实还是一样，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走出这个疫情的黑暗的世界，然后把握住自己的健康和生命，好好的照顾自己，好好的照顾家人，开心的过每一天。所以走出黑暗的世界吧，朋友。走出黑暗的世界吧，朋友。虽然外头依旧是漆黑一片，然而那里有暖暖的阳光。有轻轻吹拂的风，走出黑暗的世界吧，朋友。虽然外头依旧是漆黑一片，然而那里有花儿的芬芳。有人间真情的温暖，只要把你的心窗打开，你的眼睛已被无尽的手遮掩，请不要让心灵也被掩盖。走出黑暗的世界吧，朋友。关心你的朋友们在切切期盼，希望你和他们分享生命的曙光，陪伴你走过漫长的黑暗。走出黑暗的世界吧，朋友。虽然外头依旧是漆黑一片，然而那里有花儿的芬芳。有人间真情的温暖，心窗打开，你的眼睛已被无情的手遮掩，请不要让心灵也被掩盖。走出黑暗的世界吧，朋友。关心你的朋友们在切切期盼，希望你和他们分享生命的曙光，陪伴你走过漫长的黑暗，陪伴你走过漫长的黑暗。谢谢。谢谢苏新全医生，好棒哦！而且呢，刚刚我们在后台哈、哦，桂霞姐就说啊、苏医生他选的歌很有意思，因为一首是看见。
一首是看不见的，所以你想看见还是看不见呢？啊，随便啊，不要随便嘞，这样很难选嘞，不是去疯狂吃东西，在哦 Japanese 这边有很多东西吃啦，随便可以哦。